什么呀？最好有油炸鬼白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刚到的，你快点来呀！公司有什么事啊？会这么兴奋？进来。嗯。大陆。嗯。啊，贾卫仪，昨天晚上说梦话，差点让老婆听见呢。嗯。再说吧，弄不好啊，西北风都没得喝了。走吧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一样的。你们乖呀、啊，别哭了，为了这种人值。小姐，谢谢。两位要什么？嗯，现在还早，上来喝杯咖啡吧。不如找别的公司谈谈，就说下了班不谈公事吗？啊哈，你的公司是你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。爸爸妈妈不管他，老和坏人在一起，我又不忍心送煮饭给你吃啊。你会煮？啊，你真行啊！没，好像是警钟响了，连警察都来了啊！辛迪，上车吧。坐，我回来就看你。行了，我行了，你放心吧。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喂，站在这儿干掉啊！上车。妈的，臭三八，早晚拉你去拍三级片。